现在向各位走来的是著名影星朴信惠。Please moving here.收看的是史上最盛大的慈善之夜——中国公益慈善最强盛典2015芭莎明星慈善夜。我们黄队的首先要求邀请我们真正的队长，我只是他的傀儡，那也就是 Angelababy。 还有我们来自韩国的朴信惠小姐。还有我们的武打巨星吴京，谢楠，不过两个人。今天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这面啊，这是蔚为壮观。平时再怎么样的活动，可能都来不了这么多的明星，还有平时我们喜爱的、我们崇拜的各种的这个大腕偶像。我们要很低调的请出来第一位。好了，现在请各队的队长喊出自己队的队名以及口号。我们黄队的名字是当然，慈善战斗机。我们的口号是明明是第一。耶、yeah!